左手，因为那个后面还有更难的分解，对不对？我先要把52页讲完，我才能够开始讲再后面的。因为真正的分解，我们在前面几期的同学们，我还没有52页这个嘞，就直接都跳到67页去了。但是后来我们觉得直接进67页太快，所以我们才加了一个52页在这里。不是不是，阿姨，原来意思就分介绍分解和弦是右手的，没有不是左手的。 左手，你看后面第十堂课才算是练习左手，一抖手抖手的，左手抖手有什么可讲的？我知道，<笑>对不对？分解都是讲左手的多嘛。其实左右手一样，你如果左手讲完了，右手跟左手是一样。52页一起讲啊，就52页，我们这边只写说是左手伴奏法。其实你所谓的分解。 Doesn't matter 是左手还是右手，分解就是分解，不管是左手是右手 ，OK。 但是这个52页这边的这个教材呢，写的是针对左手，跟你左手会的右手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52页它讲的根音，单个手指弹根音，并且按住琴键，C和弦的根音是 C，D 和弦的根音是 D， 对不对？这之前我们都知道，G7的话和弦的根音是 G， A minor 和弦根音是 A。 F sharp minor 和弦根音是 F sharp， 哦，这都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么八度呢？左手为止和大拇指同时弹奏八度，根音是它的高八度，西高八度。那如果说哆嗦哆嗦，就是在一个小节四拍中的左手弹哆嗦哆嗦哆嗦。不是，哆嗦哆嗦。哆嗦哆嗦，哆嗦哆嗦也是一种。 那是最简单的啦，哆嗦哆嗦是稍微再进程一点，你可以看一下黑板哆嗦哆嗦，你看它这个，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一样？ 一样吗？就写一个四四吗？这跟你教材上面的一样，对不对？所以它的弹法是什么？哆嗦哆嗦，看一下这个。再来。红笔的没有了。啊？没事了。这里头红笔在这里。 这一支才是有的，但是你的手型是什么？我是用第四只手，指法就是说指法的话是应该怎样？对呀，五。 五啊，手指是一四五啊，是五四一，啊五四一，第二个手指，五二一，五二一，五二一，第一个一要写五，对，这是指法。 音是这几个音，对不对？所以你弹出来的是什么？哆嗦哆嗦，听起来是什么？这就所谓的分解。你在分解什么？分解三和弦。那如果说你要弹三和弦的，你可以弹这个哆咪嗦咪。已经跳上去了，音。 在后面的，对对对，先从这个开始，先还是一个一个来。所以在52页的第三个，第三个是哆嗦哆嗦，是在一个小节四拍中左手弹。52页，七和弦就是哆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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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C G C G C G， 第二个
C 是高音的那个 C 基哦，高八度的 C 基 ，C 基 C 基 C 基 C 基。如果是低和弦呢 ？D A D A D A D A， 对不对？如果是G和弦呢 ？G D G D。听起来都是哆嗦哆嗦的，都是哆嗦哆嗦，就是那相对应调的哆。对，没错，对应调的哆嗦哆嗦。如果是 A minor 的和弦呢 ？A 一高八度 A 一，你一定要在琴上面自己串，自己串。所以说是什么？哆嗦哆嗦，这是 C 的，对不对 ？D 的嘞 ，D 的话是从 D 开始，哆嗦哆嗦，就是嘞。D A D A， 对不对 ？G 的话嘞 ，G D G D。A minor， A E A E。来练一个，你可以当再练一个二手的三句加一起，惯性练左手。第77页。可以弹这个小小的梦想就好了，小小的梦想比较好一点。OK， 79页，弹一下左手，换成左手，光左手，一二三四。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那里是长沙成长的地方。左手多手，左手多手。没有，这里是都是，这里都是左手多手，马上转那个他的左手多手，转到他的左手多手。不是，不是，左手多手，左手多手，其实是 F 的 F。对。是这样的。对。对。对 ，F 的左手多手，这个是 C 的左手多手。对。对。所以这个是左手就比较丰富，以前都是单音或者是八度，这个是有这个分解的，这个丰富一点。然后你听到左手已经听出来已经有点那个歌的味道，右手不弹的话，它已经有那个那种歌的歌已经可以伴着唱了。就听起来就不一样，因为你原来之前你们在期中考的时候弹的是什么？左手只弹根音，对不对？对。右手弹和弦，所以听起来是。我弹两次，我两拍弹一次，当当，
一二三四，我弹两次，因为一次太忙了。如果太多次的话就太长了，太长广了，左手已经分解很多音了，这个又咣咣咣咣就太吵了。您那天在那个个人感觉唱太阳那弹的那个是就是这种话，差不多，对，因为我习惯是左手，我自然就是，对，我左手就左手分解，对，就分解，然后右边就是弹两，右手就弹两拍，然后左手再分解，对对对，他弹就这么弹，对，他是这么弹，我那天看录像，我看左手弹一样，对，都弹，对。你右手怎么办？弹法不一样，右手还是因个人而异。你想怎么弹，你怎么弹。我们这个方法就是教你，教你方法。就是一步一步，第一最简单的是根音，然后八度，第二是八度，就是第三种，就是哆嗦哆嗦了。你可以现在花点时间去先练一练，然后再叫下一种的那种伴奏，就弹完了。可以用这个方法，可以练那个小小的梦想77页。右手不来的话，就先练左手，先左手先弹，就是一边弹一边自己唱。Wendy 是一脸黄。好。啊？哦，那个没有那个。我就觉得在这个，对，可以啊，装打下没打下没关系，你就让一让，停一停，或者是这个不弹，让一让，或者是停一让，有时候会打架的，就说你停，对，这个打的停，到这儿来，你到时候你这边，哈哈哈哈哈。哪一个才是？先管右手，先把这手练好，那我就是左手。我刚刚说。先吸嘛，就有三个，对对，都说，吸用技能，对，你把四声练好，就是这个自然反应，这个到这边来可以什么都不学，但是也能陶冶情操，对呀，就是，先继续练这个手法，要练这个练手法。转到 F 也是一样的，就这个手指还是永远是这样的，转到 F， 对，距离也是一样的，对。刚才手指练到自然反应，距离是这样。两拍，对不对？这个一二，可以吧？不是一。就是手指永远都是这样子，都是抖，就说你现在吸是这样的，吸是这样的，对，也是 F， 也是这样的，也是这个距离差不多一样的，永远是这样的。这两是没有，这吸啊，这吸没错，吸的，这个距离是一样的。也是两次，跟你一样。每一个是一次，每个是两个，两个。不是的，人家是哆嗦，这个是这个哆嗦。那都是八个音哦。对啊。是。那你手指怎么样？正常。
转对就是你平着多少转那样的话回来吸右手还是四下因为等于是原来左手本来就跟砖子似的，从一个现在等于是左手开始变，开始分解，开始变，而且像我是吧，我这个手根本不协调，我的左右手根本不协调。练就是练的，这个都是随处来的，一下就知道原理了，在练的。我那时候是练练这个，练这个，然后眼睛不看，就等于是四下，刚刚四下，但是这个四下就变成四个分解了，对不对？变成四等收都收了。这个是抖松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手刃呀，是吗？手刃吗？第二个，对，等于是这个意思。技是怎么的？技术响的话，它是就是要这个。是手刃吗？对啊，就是对吗？然后技的 M 是。那这个弹几次？这个是看的，这个是现在目前呢，我是弹两一个小节弹两次。没有问题。你是一拍一下，我是两拍一下。对对对。这样子就是。啊，这样子。我是回到这个中。对对，我是这个。这个一次，这一次右手吧，一下，或者你可以一下可以，还是我们相聚一下也可以，就看那个看那个音乐是怎么感觉，就没有固定的，就音乐很猛的，你就多按几下；音乐很柔的，你就按，不要那么忙乱。对我们零基础是一次，两我可以两次，两错一次，对，然后就慢慢以后就很激烈的，你就蹦蹦跳跳。有一个问题啊，那个那。
至少就是要完成这个和弦，至少得弹四拍，因为是导骚导骚。对。但是像这个地方是什么牌呀？这个是这样子，这个是两次，这是这种是多数都是两次的。OK， 只有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也是哆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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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哎呀，OK， 我原来弹四下，这个现在弹几下 ？OK。就是说他那不管就是他那种歌配上这种和弦，他一定是把这个节拍已经都算好。对，就是、如果三拍的话，那就不是哆嗦哆嗦哆嗦哆的意思。哦，可以不弹完，哆嗦哆，哆嗦哆，就三下嘛。OK， 对吧 ？OK。就是，然后呢？这样，哎呀，这样。然后这个不动按键就是吧？你要这样一直要，音乐一直要走，一会儿右手怎么那个音乐一直要走。但是这弹几拍，这摁几下可以弹几，这是不是弹最多弹四下吧？应该是。不一样，还是都是黑键。
那这个第二个是不是应该就给挪又挪这个给你换是吧？对，降一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一页这一降一不对，对，降一全黑键，一对一很多的，但是你这边是不动的是吧？C D F G A B 就没有像这样的东西，它也一样。对，都是都是这个没这边人做。他讲的是C调、D调。对，C 和弦、D 和弦。F 调、G 调。你要是讲这个，爵士乐那个 A 调，这个都白键，都他的多数都是白键。而且好像就是一格一讲爬过去，讲对一格就爬过去，好像这样子爬过去，对，就爬一下，爬的时候很熟了。也是这个原理的。对，我觉得你能不能不要断？你要跳得太高，如果你可以停在那边，够不够大？桌子，桌子停，多说多说，停在那边。我一定要起来。先把这些都弄走，然后走 sorry 一个太长，然后把的。嗯。对，三十多余的，三十多余的。你手指够大，你可以不走掉，就是不要明白了，结太多，你就根本就停止，停掉，要不然就不起来。对，
再解释一下哈、哦，小小的梦想，蓝天是白云最美。那一个小节里面四拍，对不对？你的左手弹法就是跟这个一样。那一个小节，你的左手就是在弹这个。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的左手，因为它上面写西，对不对？它西，所以你的左手的分解，其实你就在弹这个。哆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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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等于就是四拍的。因为这两个是一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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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只是没有写出来给你而已，因为这个上面写的只是主音嘛，对不对？但是你的左手的伴奏，其实你就在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解释的哆嗦哆嗦，看到没有？哆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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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小节 ，OK？ 低音谱记号，对，啊，低音谱记号，对对对，低音谱记号 ，OK。所以我等于是把这个解释给你听啊，哈，解释给你听你在弹什么 ，OK？ 那么在它的第几个小节，由于一般人会困惑第四个小节，对，第四个小节上面写了一个 F。又写了一个 G， 对不 对？同一个小节里面，所以头一个左手你弹的是这个，头一个 F 的哆嗦哆嗦，然后之后那个弹 G 的哆嗦哆嗦，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OK， 明白。所以其实你正在弹这个，所以你看到没？你这个小小的梦想，哦，再回到第一个小节，就是蓝天的那个第一个小节，你那个左手的伴奏形态是这个。然后第二个小节呢，是两个 F， 对不对？也是这种伴奏形态，但是是 F 的，对不对？等于就是两个 F， 对不 对 ？F 的哆嗦哆嗦，回到然后第三个小节，大地是小草成长，又是西的哆嗦哆嗦，对不对？对。然后呢，的地方，就是 F 的地方 G。然后那个方那个拍是一两拍，那我们弹这个和弦的时候，你不管它分解，唱的是两拍，你弹它就是这样子弹。弹的时候等于是弹的是哆嗦，也不是。不是F 的哆嗦怎么弹？这不是哆嗦哆嗦是。不是，你不管他两拍，这是唱的的问题。Okay. 你还去弹，对，就是唱归唱哦，弹又归弹的，不一样。那弹多少那个是那一就是对应的方的时候弹的是哆嗦吧？没有，四个音都要弹完，四个音要弹，因为半拍半拍半拍，一样要弹完。OK， 所以就变成什么？地方，四个都要弹完， okay. 对不对？对对。地方。从头开始啊，从一开始是这两个，蓝天是特拉的地故乡，大地是阿拉成长的地方。OK，OK， 对不对？所以其实伴奏形态就是这样，这就是分解和弦的伴奏形态。所以你仔细去看就知道，我们其实在讲的就是这些。刚才说的是错了 ，B 的话，如果你跑去弹那个处理以外的 BM 的话 ，B 的话 ，B 的呢左嗦嗦嗦嗦是黑键来的。我看他们还没在讲。不知道，除了以外，你针对他讲就好。他们还没在讲处理。我知道，不是全白键，就说讲 B 是有一点的。弹处理以外的人才需要知道这个。谈小小的梦想呢，你先把小小的梦想搞清楚了，你再去谈别的歌 ，OK？ 小小梦想搞清楚了，别的就可以了。F 的哆嗦 ，F 的哆的就是 F 的啊。嗦呢？嗦，其实你从这上能找出来。怎么样 ？F。对对。这个 H， 先这个 EM 的时候是这个 EM。三五六嘛，三五六。那我们就算上方的嗦，就是一个全音的。方。你可以这样，对，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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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才过来的是学问，专业以后再回来，或者是连着三六三三五，或者是这样，或者是跳过来就。
再转到C区里，然后都等于两边了，对吧？
是这个有没有过多的伤害，对不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转记就是这个是一五，这个是多少？这是法德梦想，是不是梦想中是吧？对吗？是未来的幸福的天堂，那个左手都是鸡哦，因为都是就是所以右手是西跟鸡，但是左手是西，那个、左手就是鸡哦。左手这边就走这个左手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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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是弹四声。正对对的，弹左手已经可以唱了，右手不弹的可以。不管他是什么，不管他的心，所有 A 不管他 A 什么的。